副市长朱慧琛今天代表部长颁证体育奖章，给来华访问的世界跆拳道联盟主席金云龙，以表扬他对推展跆拳道运动及促进中韩友谊的贡献。韩国籍的金云龙先生也是韩国跆拳道协会理事长，而且历任韩国重要的军职。他这次来华访问，主要在了解我国跆拳道推展的情形，并且协商成立亚洲跆拳道协会的有关事宜。同时，他还要到中南部参观我国的军机建设。